无线近60位艺员，包括马国明、黄新颖、洪永成、唐诗咏等等，日前就在将军澳电视城出席 Big Big Channel 的记者会，用户数量超过300万的 Big Big Channel， 除了会推出新界面之外，嚟紧就将会推出唱 K 专区，俾网友同艺人对唱。而最令一众艺员兴奋的，应该就是新功能 Big Big Shop 啦。除了可以俾粉丝网购艺人的物品之外，仲可以俾班艺员过足老板瘾。听讲何浩文仲打算出租自己，为粉丝提供特别的服务，做 part time boyfriend 开直播拍拖，仲包埋壁咚同埋浪漫情节。而有生意头脑嘅，仲有佢哋啊！因为我咧而家诶拍学士学飞，成日同啲女神合作啦。咁我喺女神身上边可以手刮到啲嘢咧，就系、譬如话你今朝用过嗰啲纸巾啊，你啲头发啊，咁我卖出，我觉得我应该啲纸杯喺边度揾啊？六号真系日本宅男嗰啲咧。嗱、今朝嗱头先我都帮阿 Tiffany 梳头嘅，我咧收集咗头发噶啦，博爱情降一流。我想住去即係例如南極的企鵝屎啦，南極格陵蘭的冰啦，希望可以成日過嚟搜集啲特別嘅旅遊嘅嘢，其他地方冇得賣嘅。咁南極企鵝屎或者亞馬遜嗰條草都好特別啦，係咪？或者係嗰只甲蟲嗰個屍體，即係我希望可以朝住呢個方向去揾嘅，即係總之獨特嘅。即係你唔排除有啲即係好好吸引嘅會喺網上面見到嘅，所以洪永成你買呢啲嘢真係夠曬特別啦！而喺呢個記招上面，洪永成嘅舊情人唐詩詠一樣都係焦點之一啊！事關佢早排先至話唔再講舊戀情，但係呢日就被公司安排同洪永成出席同一個活動，唔知佢哋會唔會覺得被公司擺咗上台呢？其實我哋係同一間公司，咁同一間公司呢一個我諗都好在所難免㗎啦，其實見到會唔會尷尬嗰啲咯？好似分開，你哋又分開坐，又唔同台咁樣。係咪？我唔知道啊，我都係跟住佢哋，但係係啊，我就係跟住咁誒，冇嘢嘅。咁大家都係同公司係啊，同事嚟㗎嘛，都係點會尷尬啊？冇尷尬。冇打招呼嚟傾偈，但我未冇，我未見到佢真係。有冇傾偈？有冇打招呼啊？冇喎，即係頭先大家都 keep 住做嘢啦，都冇乜時間一直真係傾偈或者打招呼。咁其實都係啱啱完咗活動，已經做訪問啦。咁啊如果大家中意嘅，我冇問題嘅，我哋阿兩係，所以即係唔係想象中咁尷尬嘅，大家係。